会打急了，说不定我一不小心又随手出场打人，岂不又打死人了？好了，这就太平无事了，咱们打吧，这就打不死你了。你欺人太甚了！不得无礼，快解开带子。孩子，不能绑上胳膊。嘿，果然英雄出少年，佩服。贫道不才，愿领教几招。你欺人太甚了！这是你师伯师叔啊，快磕头行礼吧。孩子，赔礼道歉。石夫人叫我向你们磕头，我就磕。哎，不需要这么客气。嗯，快起来吧。嗯，李大，你是我长辈，在我跟前先办事。师哥，手下留情。好，好，师弟师妹，调教出来的弟子果然不同凡响，我可要领教了。不不不，我不和你打架。诸位，都是自己人，较量什么？切磋技艺也不差这一时三刻。对呀，你们是石庄主和石夫人的师兄，我要是打死你们就不好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要胡言乱语。好，看你怎么打死我们，出招吧。哎，我不和你动手。你
轻吊起他。尹师妹，你真的护定这个少年了？这孩子目无尊长，应该好好教训。多谢师兄手下留情，还不赶快向师伯认罪？他明明瞧不起人，不屑动手，要不然他就不会说一出手便会打死人。我这双手总是闯祸，真的是动不动就打死人的。你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刚才师伯手下留情才没有刺死你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不想杀死他，所以我也是手下留情啊。小子，你是谁的徒弟，学的这般贫嘴滑舌的？我我是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。什么金乌派？武林中没有这个门派。哼，我还以为是十师弟的高徒呢，原来不是自己人。你再不还手，我就让你这个金乌派的恶徒当场毙命。孩子，师伯要点拨你的武功，对你大有益处，他是不会伤害你的。快去兵刃招架吧。好，我还手就是了。你可别用剑刺我啊，等我把刀捡起来再说。你当我是什么人呐？啊呸！一会儿打急了，说不定我一不小心又随手出场打人，岂不又是打死人了？好了，这就太平无事了，咱们打吧，这就打不死你了。你欺人太甚了！不得无礼，快解开带子。孩子，不能绑上胳膊。嘿！果然英雄出少年，佩服。贫道不才，愿领教几招。Yeah.
剑法精妙，在下佩服。今天难分胜负，就此罢手吧，不如大家交个朋友。傻孩子，什么德行，还不叫师伯。恼羞了，哎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恼羞了，不中用。你手上有毒？哦，那两块铜牌是你偷走的？我的手就那么轻轻一扬，他们就倒在地下不动了。石师弟，怎么办？你得说句话呀。师门义气为重，小畜生到处闯祸，任凭师兄发落吧。好。慢。师妹，还有什么话说？两位师弟。说不定还有救。两位师弟中了如此剧毒，怎么还有希望呢？孩子，你手上有什么毒啊？有没有什么解药？没有。我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解药啊。干嘛？赶快逃吧，爹妈救不了你。爹妈？谁是爹妈？师妹，咱不能为了这个小畜生伤了师门义气，他不能逃。宪哥，你再想想办法，难道真的无药可救了吗？哎，我有办法了。哎，师兄，哎，醒了，哎，醒了，哎，哎呀，真是好功夫啊，真好功夫啊。师弟，他们已经醒过来了，就此别过了，告辞。等等，孩子，找去师伯的铜牌。要是你拿了的话，就还给师伯，妈妈不要了。啊？妈妈？师弟师妹，告辞了。师兄慢走。告辞了。妈妈。孩子，来，让妈妈好好看看。啊，你是我妈妈？嗯。孩子。孩子，你真的连妈妈都不认识了？你怎么不叫妈妈？观音娘娘。孩子，你怎么管妈叫观音娘娘？那石庄主石大侠是我爹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不过你也不是我妈呀，我正在找我妈呢。是啊，我们也在找你呀。啊，这也难怪，分别这许多年，爹妈都不认识了。你离开玄素庄时才顶到妈妈胸口，现在呀都长成大人了。孩子，比你爹都高了，虽然样子有些变化，但做妈的只能闻出亲儿子的气味。
你头发怎么这么乱？妈给你梳一下吧。石夫人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们的儿子。傻孩子，宪哥，你看咱玉儿。